喺今日嘅上午8点钟咧，超强台风摩羯咧系集结喺香港嘅西南偏南咧，大约系390公里嘅。咁预料咧会向一个西或者西北偏西嘅方向移动啦，系横过南海北部，咁大致咧就移向海南岛至到雷州半岛嘅一带嘅。咁喺過去數小時咧，摩羯採取咗個較為偏西嘅路徑移動嘅。咁誒，與佢相關嘅烈風區咧，係我哋預計今朝早仍然都會影響珠江口嘅一帶。咁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咧，係會至少維持至今日正午嘅12点。咁天文台咧係會視乎摩羯嘅動向啦，同埋本港嘅風力變化咧，係評估下午改發3號強風信號嘅時間嘅。咁從雷達圖上睇到咧。超強颱風摩羯相關的強雨帶是影響緊廣東沿岸地區嘅，咁亦都咧為香港咧帶來狂風大驟雨。要提一提市民咧，就係海上面有非常大浪同湧浪嘅，所以市民咧應該盡量遠離岸邊，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而天氣方面咧，我哋預測今日會吹強風至烈風程度嘅東至東北風，咁啊會漸轉吹東南風嘅，咁稍後咧風勢係會減弱。天氣咧就會係多雲啦。有狂風、驟雨同雷暴，雨勢有時頗大，所以市民要留意天氣的變化了。